搭讪得到人哦。哇天哪、啊！这啥？这是那种语助词，不能算字数。我要把它打进去。什么 I U A O 的可以打吧？应该不会算字数啊。不行啊！怎么扣分？I U A O 不算字数。可是这样才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可不可以打 W W W 了？不算字数，猜一个其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算字数啦。不要啦，那么认真干、欸。我看不懂巧克力的提示，完蛋了。啊，秋风看得出来吗？嗯。什么？这你怎么会不懂？什么？不是，屁孩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好执着那个。太扯了，你一定看过啊！这个应该可以。哇，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这个把妹可以吧？为什么会看不懂？完了，这一集还没有看过。嗯，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屁孩你。哇，这也没看过就可能不知道了，对啊，那你就乱猜了，这样至少不会中题了。嗯，结束你就会懂了，马上给你看，马上让你知道。搞不好是知道他看过，但是他没意会出来。对，不可能，我这建筑一定可以让他意会。所以我直接、okay. 直接判定他没有看过。我后来在想，会不会是我猜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？说说。因为我盖的就是那个东西啊。对啊，但是这是我看到的画面啊。可是如果你没看过就猜别的，讲这一句好恐怖哦！哦，随意猜猜，不是你第一个字，不是第一个字，哎呀，我懂了，第一个字没问题，好啦，完美，没猜到、哦，我怎么可能没有看过？我想说奇怪了，哎呀，哎下去，哎哦，啊救命啊！什么？繁星又来了？他们讲的啊。你们是在诱拐未成年少女哦？什么叫闷？闷闷，只有你上家，就你上家，自己的瓜自己哈。是杰克，不是我又我了。你上家不杰克？自己的瓜自己哈，什么东西？是啊，我是盖给他的，我是盖给秋风的。哦，哎，对，不能弄这个。你做给秋风的球。对，这一题巧克力出的哦。我怎么三题表现方法都一样啊？那真的只剩这几种方法了。嗯。那种东西哟、哦，我想办法变出来。粘盖、啊。因为这是一个很消耗。为了是节省大家时间，所以快速盖。走，用心用心良苦啊！对，用心良苦。颜色正确啊，可是颜色正确，东西的颜色。颜色正确。哎、欸，我忘记那个怎么。该大嘴。然后嘞？
颜色错了就会变别种东西了。喂啊！不要吵闹。对啊，其实我有这样想，只是哎、欸，对啊，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反正他不要想了，就这样子，莫名其妙的人。我说你啊，我在说你、啊。正功法，正功法，直接给。我觉得等一下可以演一段你们怎么去把妹。我觉得不行，不可以啊。有啊，好张良啊。都是怎么变出来啊？这样，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当妹，就决定是法师了。我可以再抓一个人一起陪吗？不行，就决定是你了。等到你要把的时候，我愿意当你的妹。哇哦，这是什么撩人语录吗？开始把了，开始把了。哇，帅哦！哇，我觉得这句也不错啊。我中了，中了。中了中了中了，有人中了，中意啊！哎呦，没办法盖出那种东西啊，我只好盖出别种东西。如果走过去跟女生说你的裙子塞到屁股缝里，把妹会成功吗？通常是不会了，不会，不会，是帮助他，但是他一定就不想要跟你有所接触，因为你很羞，很羞耻啊，他一定会感谢你啊，可是他就很羞耻啊。嗯，有说那是变态，哎、欸，没有你不讲，他就一直塞啊，对啊，你又不是自己用手把它拉出来，那个才会有问题，那个才会被告死哦。摸下去好了。啊？摸什么？按钮。你养了、哦？养吗？会痒会疼。去看医生。这会给你处方笺的。乱看，好了，哎，来不及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十点喽，十点喽，又我了，班你了，十点喽，杰克，杰克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等我一下。快点！加班费从你身上算。你才从你身上算呢、啊？啊？嗯。欸，很难呢。我好了。哦，有加班费。等一下啦。哎呦，郭老师，账号加钱给你。加班费。难盖、欸、这东西，我们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加班费。哎，这句话可不好可以、欸？哎好像没说。这个这个，我一秒几十万哦。哇，这哇几十万呢、欸？对啊，我一秒钟几十万下啊，一秒钟几十万下。你的上哇塞啊！啊，对，
颜色不对。快点！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要好了，要好了，我要去按了，我要去按了。嗯。哦。来。哦。耶！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喝什么？啊！果然。为什么？好好好。为什么都是一样的人啊？你是不是都在我后面啊？不是，你后面的是我。超长那样的，你超强哎、欸！不是，屁孩，你这边为什么会有阴影面积啊？讲什么、啊？你那边你为什么你这栋你那个黑黑的空间是怎么弄出来的？黑黑，我不知道啊，你问我。你哇，这是你心里的阴影面积吗？是吗？哇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怎么又是这东西啊？我想要说很霸气的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现在七个字，我就不信再。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都看起来搭讪得到哈，这一定搭讪不行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行，七个字好少哦。可以了。还是另外一种啊，有点针对人哎、欸。可是这样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一开始怎么出的啊？超过七个字了吧？完了，你啦，讲你啊，你是说超过七个字？说不定人家都七个字，七个字没错。好吧，你就猜七个字就好了、啊。有办法的啦，你都要，你要懂得精简。精哦，精简。嗯，这样，哇，算了。哦。哦，这什么？又一样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吗？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还没到、欸，我还没放、啊。我打掉了，好恐怖、哦！等等等等，先忍住，忍住，忍住。我，我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好想猜一下。你为什么不自己砍掉就好了？对，那啊，你拿镰刀挥掉就好了。我要按下去喽！哎呦，没有狙，好法师哦！是我刚才看到关键物哎、欸。这是怎么变出来的？好棒啊！啊？不是，就是这个题目的关键，这种。那猜那个我会背。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快点啦！就你要猜最久，盖最久。没有啊，这是因为突然看到关键了。这句有机会拔到。有这个一定有。这句有机会被带到警察局。这个字。七个字就决定是你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哇、欸欸欸欸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好稳哦，怎么那么稳 啊？怎么、欸、不是？什么东西？大 B 大什么？大 B 是什么？大 B 摩托车，我刚刚你怎么摩托车？简称大 B。我有大 B。大 B， 等一下再来表演一下搭讪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谁出的就谁来。好、啊，我有大 B， 想骑吗？马上回答，马上回答。要问，要问到其他人失败。女观众的意思。我有大 B 啊！对啊，这大 B 有、啊。哇，好强哦！哇，你们就说这不让我干的，我好吧，我就你走了。来撩我们，撩我们！你有大 B 哦，我不懂，我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这其实我也不懂，我不懂。快点撩我们，有大 B 啊！出的人就好了，后面的猜的人不用了，不用，后面不用了，都顺路，都顺路，我操！哇哇，球把死掉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很会撩，哈哈哈！变绵羊了啦，草泥马，草泥马，小绵羊，哎呦！哎呦！我靠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很快耶！请小绵羊出来搭讪啊！哈哈，是空的，空的呀，真可爱！小绵羊捡起，好不好？这是诱拐未成年少女金句吗？请你吃巧克力，这个还有吗？请你吃巧克力，法师。我请你吃巧克力哦！来，我吃。你为什么要等一下？你为什么要吃啊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漂浮嘛，漂浮骗未成年少女吧？啊、他说我哎、欸，我请你吃巧克力，你要回啊！你就是我的巧克力啊！你会不会啊？来吃我
太扯了，意思一样，可是感觉不一样哦。好宽哦，变宽了。巧克力啊，还好他巧克力放手上，没有放在其他地方哦。说要不要吃巧什么了？来，来，请记住，请记住这两个人，请记住这两个人。干嘛？要不要吃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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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会员电话是多少？哦，是会员哦。哇，会员没有啊？反正要说，注意到是会员卡呀。来，你的会员电话是多少？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哎、欸，这边要讲哦，会员电话千万不要留自己的哦，请留爸爸或妈妈的哦。对，爸爸会不会要电话？这个太直白了吧，你的电话。你电话多少啦？对啊。意思一样，可是感觉又不一样。对。这也烂透了，烂透了！就你盖的这么烂透。我想要你的电话，还不、欸、还不一巴掌闪过去了。这不是转盘的哈，转盘你盖给我看，就是这个不错啊。转盘的比较难盖，这个不会成功啊，绝对不会成功啊，绝对不会成功，好不好？我送你一台 iPhone。哇塞，我手机扫个，我很会呢，是这个扫很会溜。哎、欸，这个很会，我觉得秋木有的手机扫个号码，扫什么号码？你的哦，哇，前辈呢？前辈，厉害厉害，前辈，注意是，你可以试看看这一句，以后教你可以学教你小孩，把字写起来，学起来，啊，你有玩宝可梦？你是在问秋嫂的吗？你有玩宝可梦够吗？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是最近那个。我秋嫂坐捷运的时候，她被搭讪，然后她正在玩宝可梦 GO， 她就是旁边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玩宝可梦 GO？” 她就这样被搭讪了。哇哦！那你要告诉那个人怎样搭讪更好？就你看这个，对，他就用这个这傻花是为了你啊！哦，是这个傻花，不了解。我不懂啦，这样有玩的才懂，有玩他没玩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他那个他盖就是盖花，我想说已经是傻花。只看这个题目不知道你。你有办法一边傻花一边喊出这句话吗？没有，宝可梦够的傻花。哦，对啊，只看这个剧不知道，可是有玩就会知道。傻花是吗？真是傻花哎、欸，真是傻花。真傻花，是真傻花了，真傻花。哦，哪里会？你会？这谁会？这谁会？会吗？花飘起来。这如果可以，一定可以做魔术师吧？让花飘起来哦！啊，法师你嗑药？让花飘起来哦！我这是让对方刻了些什么吧？结果是让大麻飘起来，又没裸体，故意的，是不是？麻飘起来、啊，魔术师，这真的是魔术师啊！魔术，魔术，没搞错，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猜了。我好讨厌，傻花嘞！我讨厌，我干人家好讨厌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好不好？受不了，怎么会想到不要吃哈密瓜？没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这句吗？我刚才都说我去厕所一下，厕所，又想到那部影片，不要杰克，你要讲一下哦、啊。为什么？杰克，你要讲啊，讲啊，讲啊。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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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会成吗？未来，未来，未来。哎呦，那这句很稳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到底是哪个密啊？我是打错字啊。你，你说啊，都可以吧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哈嘛，哈哈记啊，我第一个是哈记。哇塞，蜜瓜，蜜蜜，不吃蜜瓜，你不吃蜜瓜。你不说蜜瓜，不要啦！我来放菜啦！不要！你不说蜜瓜，疯啦！那我死！
这是哈密瓜。为什么没有人猜什么？要不要这看起来像木瓜哎、欸，真的。有啦，有猜到啦。有啦，好无聊哎、欸，一个字一个都没有少。真的哎、欸，从头到尾都对哎、欸，一个都不会少。应该对两排吧。最新把妹金句，这一定还要看一轮这个。这一定可以中。把妹给他看这部影片。有。有你竟然这样，这是八加九的、欸。不是，我怎么跟女生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跟女生搭讪，就是你要先引起人家的注意力嘛，对不对？你讲那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家有养动物。你这样讲，对方直接报警110，真的，报警，真的，我会怕。我们去警察局慢慢谈嘛。我会怕。喂，你跟警察慢慢谈。这是八加九哎，哪会啊？你是国中生啊？你在 CK 是不是？你会这样跟女生讲话吗？啊，你都问人家那种东西。我说我吸毒，可是你问女生是你在，你搞不好看到新帮的，你就会说你有 CK 是不是？不要、啊、找到共同兴趣嘛，好奇怪，来来，我好酷啊，好酷啊！哇，开心、欸，真的吸，我已经我懂了，难怪你是中奖。对啊，我还想说奇怪，他倒在那里干嘛？哎、欸，好棒啊，这个。我操！你怎么这样哦、喔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感冒了，一堆卫生纸在盯着桌子，所以就趴在桌上。不是，也不会问女生需不需要卫生纸吧？没有，他满桌都是卫生纸，然后感觉你好有没有还在那醒？哎、欸，这句话应该是那个女生在哭的时候去搭讪有用。对，对啊，拜托了。对。你看他感觉就是有没有鼻子很可怜、啊，像我一样鼻子过敏。鼻子很可憐嗯，对啊。我操！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感觉变马虎了？你在厕所？哎、欸，我说你要不要吸毒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把子这盖的是你，外面是我，所以你是希望我这样子吗？你要的话，我是不想要啊。好有才哦！其实我忘记问我猜怎么，可是我后面突然看到旁边有卫生纸。对啊，屌，这卫生纸超小的。这叫你去投票。我才发现，有卫生纸吗？看你就是哈密瓜。有门诶、欸！我怎么猜到哈密瓜的、啊？没人哎，没人，没人啊，打没人，抓哦，抓。我还想说，不要把哈密瓜盖出来，我要盖这个意象那个场景。意象可以啊，要要但不能匿名。你要不要吃鸵鸟蛋？抓抓抓！早知道猜是杰克，又出现了，了一模一样，好眼熟，好眼熟，对。對那个距离有一样啊？反过来，问他反过来，量距离嘞，出车祸你还量距离？九十一秒。91秒，第二次盖了，累了，累了，太厉害了，瓜蜜瓜，瓜蜜哈，瓜蜜瓜，哈密哈，第二次盖，没有哈尔，哈的呢？第一个西瓜、啊、哈基啊，瓜，哎，如果我今天哈基的绰号不是这个，这个要怎么盖、啊？哇塞，箱子吧，大概拿他的头颅啊，哦，香蜜瓜，香瓜，要翻了啦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因为你现在把妹流行，要不要吃哈密瓜？东西啊，那种感觉。屁嘞，这不是？你说巧克力我还信，好不好？吃巧克力我还不行哈。你问人家要不要吃巧克力？欸、诱拐未成年少女哎、欸。哈密瓜也很贵耶、欸。谁会带着哈密瓜在路上？对啊，旁边水果摊，然后切好再晃来晃去，有没有吃哈密瓜？有没有吃？你们准备过？我来棒晒啦！哈密瓜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会有人出，我以为会有人打哈密瓜之类的。哈密瓜，哈密瓜，不是中奖的，你要不要哈密瓜？对不对？休息休息。观众有人讲说，可以讲说那个你有 WiFi 吗？我有 WiFi 密码 ，WiFi 吗？你的 WiFi 密码多少？这个才是诱拐未成年少女吧？哦，好恐怖！我车上有 WiFi 哦。那真的被抓了！我车上有 WiFi。好恐怖哦！泰哥吧，休息休息休息。UK this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
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。今天 building 盖，哎，我真的发现是，因为最近这几次 U building 盖都是盖四件，不是盖那种雕像。像你看刚刚说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哦，什么政府辅助啊，有的没的那种东西。那种东西就是要盖一个很大的情境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盖不出来。啊，像这种盖雕像啊，盖什么就还 OK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番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刚吃了大波露巧克力，我现在头好晕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喽！不不不不不不。Thank you.